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世荣。中学文凭试 DSE 今天就放榜了，我在这里想送一个公字给各位应届的考生，希望大家前途无可限量，升学就业都可以咁顺利成功。拎到成绩表的考生和家长决定去哪间学校升学未呢？建议大家带定身份证、证件相、成绩表、推荐信、文具等等在身边，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去心仪的学校报名留位。无论成绩如何，考生们应该为自己一直以来用功和坚持感到骄傲的。一次公开试的成绩不代表一切，亦不能决定人生。功成为志，业广为勤，要取得伟大的成就在于志向有几远大，勤奋刻苦，最终都会行到自己想行的道路的。正如习主席7.1讲话时将希望寄予年轻人，我们需要特别关心关爱青年，青年轻则香港轻，青年有未来则香港有未来。我们希望每个香港的青年都投身到建设美好香港的行列，用青春活力书写精彩的人生。多谢你的收看，我是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世荣。